好，今天是理光头的第三天，那现在长了一点小细毛出来，那就像魔鬼毡一样刺刺的。那现在穿脱衣服的时候，或者是用毛巾擦头都会黏住，然后早上的时候还勾到这个门帘。啊，有人不相信头会黏到门帘，所以就证明一下给大家看。你只要头这样子按住，